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新规则的，这个 EV 其实桌方跟藏方的角色其实是混淆的。为什么桌方一定是桌呢？为什么不是藏方出来拍呢？所以这个角色就已经变得很难定义。他们应该也会躲在这种店里吧。最快的吧，他易容的挺好的，我到现在我还在想他到底是谁。我觉得要么是谢冰冰，要么是邢昭林吧。不过佑维，都是你要经历的。这个话，之前龙哥跟耀庆哥也对我们弟弟们说过，谁都是从没经验过来的。小任务，你稍等一下，因为他有一个区域是可以看到监看，你现在不一定能看监控。你先坐到临时小黑屋去吧，走吧。一区就结束了，咱们出局一个了。啊？结束什么意思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哇，这么有意思啊！